就爱这样贴近，因为你。 Yeah.
表演呢，特别繁琐，非常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观赏的同时呢，也希望大家用你最热情的欢声，还有你的掌声。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，比比五大师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。走到那边，快点！
个干丁鸟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龟那，你说口鼻怎么讲 ？QQ 万不不给。吹喇叭怎么翻？咪滋滋，嘟棒啊。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？啊？咪苏拉苏。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？咪阿里。很爽怎么讲？嘎苏爱。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？阿里拜都嘎苏。做爱怎么讲？有肉，有肉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不理智，不久也可以啊。男生阿里奇、啊，那女生的怎么讲？不举。那男生那个睾丸怎么讲？阿拉来。勃起那个怎么讲？打克。射精要怎么讲？怎么打、啊？男生打手枪那个怎么讲？就没有个讲，也可以讲说母三母四。母讲很爽，那个字怎么讲？爽啊！啊，很色，麻烦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可以展现他们。
的体魄，还有他们心脏的武器。所以现场的来宾，还有我们所有的球员伙伴，不要忘记你们的掌声哦。
邱书记，都开动。哦，几年级？六年级。几岁？十二岁。十二岁哈，念哪个国小？国爱国小。我念一下哈，你要听清楚。好。台中市和平区。哎。博爱里。你是博爱里的什么部落？什么？松鹤部落。松鹤部落。很多五叶松，很多鹤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很多五叶松，还有很多鹤，不是鹤吗？五叶松哦，那你哪一组？祖和泰鲁格族、哦、你有泰鲁格族血统，你的爸爸是哪一族？爸爸是泰雅族，妈妈是泰鲁格。妈妈是哪边的鲁谷？花莲啊。花莲秀林乡还是万荣乡？秀林乡。秀林乡什么村？甲湾村。哎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讲一次。孙少军。孙少军。那个很少的少吗？不是，少是那个、哦、少很难的，真的很难。一个召唤兽，那个召唤的一个刀，在一个口，在一个啵啵啵啵的枝。哦，介绍的少吗？不是。不是，那你是不是你们部落里面最帅的、啊？是吗？爸爸是哪边的达样？这边博爱里。博爱里的哈，台中。台中市和平区博爱里。Yes。那妈妈是花莲万秀林乡景美村嘉湾部落哈。对对对对对，没有错没有错。那个，你天生这么活泼吗？没错。没错。啊，好好好。来，那个妈妈怎么讲？妈妈。鼻子，别动鼻子哦！不要动，你的五官很好看，不要动。鼻子怎么讲？鼻子叫做鼻子。不会哈，嘴巴。口啊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嘴巴，牙齿。
何谓牙齿哦。那下次要给我录唱歌哈，跟跳舞啊。下次要给我录唱歌跟跳舞练一下。好，我绝对会帮你给你的。对不起，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在看过我们一群美女所带来的三首。